们将大家周遭最不起眼的资源再次利用，以环保的概念，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精神，创造出各式各样整体的造型，像是以大量的报纸、麻布袋、遮光布和玻璃纸，以重叠交错的方式打造出蓬蓬裙的感觉与温馨的气氛，再利用吸管做出配饰的配件。另外还有垃圾袋折成立体的玫瑰，一朵一朵的缝上，以点缀的方式衬托出服装的风格，甚至发挥巧思将垃圾袋抓起皱褶形成波纹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无限的幻想。Thank you.
我是心情。